曾巩的《局势帖》啊，这个一鸣惊人，一下拍了2亿多啊，2亿700万。它有多少个字呢？一共有124个字啊。这一个字呢，相当于一辆法拉利啊。以后就别再跟我说法拉利多值钱，就值一个字儿钱。那这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字儿这么值钱呢？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字儿这么值钱，是因为书法的收藏在历史上是最有价值的。过去收藏都是文人收藏，文人决定收藏品的价值。我们这些年的收藏，尤其这一波收藏热呢，是财主决定收藏，所以呢，俗的东西往往价格高，雅的东西往往价格低。这两年呢，财主们都学点文化啊，开始明白了什么东西值钱。那么古代的时候啊，在书画当中啊，收字的往往比收画的地位高啊，欣赏水平也高，所以一直认为文人字就高于文人画。碑帖啊，过去是收藏的这个最大的门类，或者说是最牛的门类。但是碑帖非常难玩，为什么呢？因为学问太大。它有一俗称啊，这俗称就叫黑老虎，就是轻易别玩这事儿啊。我们国家每年要解决1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我们仅今年高校毕业就有765万人之多。今天毕业生呢，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叫就业。就业呢，也叫择业，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这个职业。找工作，我告诉你，在今天在中国并不难，是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难。什么叫理想？我们这个理想就是想象中的事啊。这个理想可能近，可能远。有的人理想目标定得大，所以工作永远找不到合适的。最近有个新闻啊，说潘家园，北京著名的大地摊潘家园准备搬迁啊。说这新闻一出，这个众人关注。我好久也没有逛潘家园了，所以呢就借机重游潘家园。潘家园是地摊这个合法化的一个范例啊。在北京啊，这个潘家园以外的地摊都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只有潘家园逐渐由非法熬成了合法。地摊这种文化，我们真的不要瞧不起它。它是源于我们人类最初的一种贸易文化。这种文化不因为你改变了生存状态而消灭了它的生命力。那么这种全世界共有的商业文化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随机和亲切。这两条非常重要，随机是你不可预见性，亲切是我们的人情。尽管今天和我们的城市管理啊，这个地摊是有冲突的，但是我依然希望在我们这个水泥森林一般的城市中给地摊留有一席之地。这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城市的管理的水平。五铢钱它成为历代的啊，历朝历代的法定货币，一直到这个隋文帝的时候还铸了开皇五铢。那么从汉武帝起呢，历经西汉、新莽、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个货币使用了700多年，是中国最长寿的货币。它不因为你改朝换代的时候我改换这个钱，对吧？我们知道现在啊，只要一改朝换代，前朝的钱全不认，我重新印。为什么他不换钱呢？他因为这个钱非常的合理，它是计重的，我换没有意义。五铢呢又不代表哪个朝代，就是一个重量单位，半两五铢是重量单位，那大家说这五铢就是五铢呗，哎，你改什么朝我也是拿这个花钱，也是计重的。所以它就存在了7个多世纪啊，7个多世纪中国的货币一直使用五铢。五铢钱这种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的小铜钱，对中国钱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为中国古代钱币开创了新的货币体制和阶段。元寿五铢钱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确立圆形方孔，有内外郭，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中的铜制钱币。五铢钱属于铢两货币类型，以重量为钱名，确立了中国货币的计重制度。此外，五铢钱还肯定了封建王朝的集中铸币权，只有在统一国家的条件下，才能实行集中统一铸造货币。在此后两千年封建统治中，铸币权就构成巩固王室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通讯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历朝历代对驿站的建立呢还是很重视啊。驿站是古代呢专供啊传递文书和往来官员中途啊住宿啊补给啊休息啊换马呀的这个场所。那么驿站呢，这个它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就这个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有，秦汉时期就非常的完备。中国词汇我们讲过多次，早期词汇都是单字嘛，我们过去就叫驿。那这个站字呢，是到蒙古以后，因为蒙古语这个译音叫站赤，所以驿站就逐渐就变成了一个词汇。再加上这个站呢，这个本身也有停在那儿的感觉嘛，所以驿站呢就变成一个这个双音的一个词汇了。明末崇祯呢，曾在大臣的建议下呢，废除驿站，导致大量的驿站工作人员啊，就人就失业了，成为流民。就其中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叫李自成。所以你看因果关系哈。驿站撤销后，青年李自成成了下岗工人，日子相当难过。清康熙《米脂县志》明确记载，明末李自成银穿一只马夫耳，因财驿站，饥荒无所得时，奋逼一呼，足至土崩，不可救。公元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其领导的起义军已经具备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李自成率领号称百万的大顺军挥师北上，向明朝都城进军。大顺军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迎接他们的不是逃跑就是屈膝投降。原本遥不可及的京师似乎指日可待。崇祯皇帝的这个撤销驿站的决定，最终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灭。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呢，这个赫连勃勃呢就创造了一个国家叫大夏，它被北魏所灭，它存活时间很短，只有25年，25年对一个国家就很短了。那么事隔啊600年，到1038年，党项族的首领李元昊在此呢就建立了西夏王朝，他自己自称大夏。古人都有这个特征，自个儿的国家啊都称为大什么，比如大明、大宋啊、大唐，他一定说大汉，都是大自称。为什么我们称他为西夏呢？是站在汉族人的角度，他站在我们的地理位置西边，所以称之为西夏。宋朝人就这么称他西夏啊，显得他低嘛。他享国时间呢应该说还是挺长的，在中国历史上啊，大朝我说过跨过200年，不到300年，这都是大朝啊，比如唐朝啊、明朝啊、清朝都是这个时间。宋朝是颤颤巍巍跨过300年。西夏享国时间呢189年，189年小200年，也算啊，也算一个正常的寿数了。我们今天啊，你们注意看啊，越好的单位，他的对这个应聘者啊，条件越苛刻，甚至工资越低。今天往往是民办的一些企业工资开得高，而这个
国有很多企业，甚至有些大的外企开的条件非常苛刻，而工资非常低。为什么？有人认为它有发展。你比如我知道啊，就有的大国企招聘啊，一共是40个这个位置，来好千人，那各种条件都来了。有的人上来就说，我可以免费给你干一年，你不用给我工资，你看我的能力，我干一年以后咱们再说。我看外企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外企来了说，我不需要公司，我就需要证明我的能力，你让我免费工作，工作到一定程度，你认为我什么时候值钱了，你什么时候给我工资，对吧？所以大单位就占很多便宜，那小单位就不行啊。你的一般的企业说，谁给你免费干活？不可能啊。那我们今天会发现一个情况啊，就将来我们有机会一定要讲我们教育生态的一个破坏。教育生态不是说所有人都要长成国家栋梁之才，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生态，对吧？我们去看一个原始森林，它有钻天的高大的乔木，还有一般性的灌木，还得有攀岩植物啊，依附于它生存的还得有那种苔藓，这才构成了热带雨林中的这种原始森林。如果说你这个山上就是独一门的树，什么也都没有，这东西万一来个病或者来个虫害，你就全死了，所以生态不好。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呢，我倒是觉得啊，很多大学的教育程度是确实有很低的啊，我们有这种感受，因为你招来的人你可以知道它质量不够嘛。所以呢，这种有没有必要更多的人学到这个学位，这个学位如果说你没学到本事，只是浪费了这个年华换得一个文凭，我觉得都很没有必要。我们讲老古玩店，其实最熟的是民国时期，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民国四公子啊，首推张伯驹先生。张伯驹先生的收藏今天啊都是能顶收藏界的半壁江山，一个人就可以扛起半壁江山。他所有的收藏随便拿出一个东西，今天如果去拍卖，立刻就呈现世界纪录，这是张伯驹先生。再有张学良啊，我们不要以为张学良只会跟赵四小姐，张学良只会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早年就是一收藏家啊，他爹是东北王，家里有钱啊，收藏的前提就是你得有钱。再有呢，就是袁克文啊，袁世凯的二公子也列入民国四大公子之列。再有就是普同啊，那么这四个人构成了民国最喜欢收藏的四大公子啊。你比如张伯驹先生，张伯驹先生呢，保护的我们这个传世文物啊，今天看全是国宝级的。当年他购得我们今天啊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绘画展子虔的《游春图》啊，当年花了多大的费用呢？都不是拿钱寄的，是拿地寄的，拿房子寄的，15亩地的豪宅。今天在北京市市内，没有一个人能拥有15亩地的豪宅。人家张伯驹先生就拥有，用了这15亩地的豪宅换得这一张画。那建国以后呢，把这张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先生就说，这画就应该故宫博物院有。那么他捐的除了这张画还有谁的呢？陆机的平复帖，这个著名的发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啊，范仲淹的道福赞等等，都是无偿的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显示出一个收藏家的高风亮节。你说属羊的不好，尤其属羊的女子不好，那分你怎么说啊？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慈禧太后，慈禧啊，这个十羊九不全啊，这话就是清末才流行起来的。慈禧太后属羊呢，所以人家就编排她说十羊九不全啊。慈禧太后这老太太啊，当年也是年轻的小姑娘，你说她生活好不好？第一，人嫁一皇上；第二，人生一皇上；第三，人还立了俩皇上。自己虽然没当皇上，这权力比皇上还大。
慈禧太后啊，执政48年。你像我们执政48年有多长呢？中国历史上当皇帝超过这个岁数的啊，不是这个岁数，超过这个年限的，一共有最长的康熙61年，他孙子乾隆60年，那么汉武帝啊54年，在下面有两个48年的，一个是梁武帝，一个是明万历皇帝，万历48年。那么你看看他前面就5个人，还有2个人跟他并列，等于是48年的有3人啊，并列第4名。前面61年、60年、54年就3皇帝。你看人家的运气啊，自个儿不是正宫啊，不是正宫娘娘啊，生一儿子，母凭子贵。正宫娘娘不生啊，正宫娘娘生3儿子，跟你有啥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历史上记不记你都另说了，不读史的人都找不着你，对吧？如果你生一女儿呢，这历史就彻底改写。人就是得有这本事，人就这辈子就一枪一枪打中一石环。你看慈禧啊，19岁的时候父亲去世，26岁的时候丈夫去世，40岁的时候儿子去世。要从这角度讲，过去是命硬啊。从这个角度上讲，就非常的不幸福，才有了十养九不全之说。那么我想，就是像慈禧这样的人，如果作为一个女性属羊的范本，应该是活得已经非常好了。在这种风雨飘摇的这个我们的帝制社会的最后时期，还执政48年，能跟她媲美的啊，能跟她抗衡的，也就是以武则天了。苏东坡的《江城子·寄梦》啊，最感人。我觉得在宋词里，一个男人的口吻写出怀念亡妻的这种情诗啊，我觉得这可以排第一。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受感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悬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你看大文豪的文学力量，开篇有力量，单刀直入，十年生死两茫茫，大白话，但是没有任何一句话能替代这句话让我受感动。我认为这首词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纵使相逢应不识，说我们十年都没有见了，就算我们俩能够见面呢，也互相不认识了。他说我自己尘满面，鬓如霜，老了。所以你看文人的寄托情感啊，寄托这种情感呢，他就有办法通过文学手段表达。所以我就说，多一份文学素养，你就多一份人生的快乐。我84年去新疆，一个人只身去的时候，在家里写个条，就说我大概啊是按照这个路程走，我估计我要走40-50天才能回来，留下一个回家，就出去了。一出去跟家里根本不沟通。结果到了喀什，就地震，赶上当年的地震。赶上地震呢，其实还是有心告诉家里报一声平安，就到邮局去了。邮局排的那个队一眼看不到头，全是打电报的，打电报特别慢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熟嘛，一个字一个字的。我一看这队估计排一天都排不上，我打电报我就算了，我也没什么事，就没跟家里说。等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因为我只在乌鲁木齐一个朋友那儿留了一个通信地址，他也跟我联系不上。等我回来的时候，那电报这么厚，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样了。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啊，居安思危和居危思安是不同的，完全不同。我出来，我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家里特别担心。但我在这个危险的地方我没有事，家里是安全的，所以我对他们并没有那么担心。像这一类的情感在古诗中随处可见，
你比如王昌龄写的边塞诗啊，他说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夜，吾那金龟万里愁。这诗就是这么个意思，打仗呢烽火是吧，打仗呢烽火城西百尺楼，他连续用阴暗的字眼，黄昏独坐海风秋，你看这四组层层递进，诗人仍觉得不够，立刻引进声音，更吹羌笛关山月。我们都知道羌笛声音是哀怨的，但是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战争的间歇我怀念家里，但是前三句都写满了以后，一笔就挪到万里开外，挪到家乡去了。他说的我思念家乡，显然还不如我夫人思念我的那个程度，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吾那金龟万里愁。你比如我的专业，我看陶瓷，人家说你怎么不够认真看点，不用认真看一眼就知道，因为熟，这一熟人来了，生人来了，我用得着去掰着人脸去分辨吗？对吧？说进来，我说这熟人，这人我认识他，你零点几秒你就知道是谁了。这人不认识你也是零点几秒，就是知道这人是个生人，我没必要把两个人脸掰着看半天，隔一个钟头再说这人我认得，这人我不认得，肯定不行吧？这就叫熟能生巧。那再有我们大家比较熟的成语啊，比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啊，这些都是说这个熟啊，熟你才能游刃有余。我们今天啊已经是工业化社会了，也进入了信息化社会，我们好像有一段时间觉得工匠已经不重要了，但由于我们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突然觉得工匠精神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全民族的产品质量都是下降的，对吧？达不到这个你期许的那个标准。每个人都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是要求别人的，是要求自己的，要求自己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到最佳，这就是工匠精神。前些年我去江苏的时候吃了一次地道的全蒸席，这个蒸菜啊在过去啊是一种非常高等的一种啊宴请方式。为什么蒸菜成为宴请方式呢？我们今天都觉得得炒菜得颠勺啊，是吧？蒸菜全是大锅蒸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当年人的结婚跟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结婚啊就是一年四季随时可以结婚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举行婚礼，一般的情况下选个节假日就可以结婚了，但是过去不行，过去的人一年四季都在劳作，结婚就赶在春节，赶在过年的时候。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人，一请人几百人吃饭啊，几百人吃饭，你如果光靠炒菜你肯定供应不上，因为过去没有煤气啊，过去都是那种简单的煤炉啊，你用煤炉去炒菜你肯定跟不上。所以在江南地区就出现了一种蒸席，从头到尾都是蒸，尤其人多，那时候又没有大的空间，都在露天吃饭啊，在零度左右的气温中，所有的桌子上啊一大锅一揭锅几层屉全部一模一样的蒸菜啊，有蒸蔬菜的，蒸鱼的，蒸肉的，尤其那种咸鱼和腊肉蒸的高温蒸完了以后特别的香，所以一道一道的蒸席呢保证了所有桌都非常的这饭菜非常的热。我们人认为啊，我们自己这个饭菜跟西方菜有一个不同，西方人对凉的概念啊没有我们那么强烈，我们认为请人家吃饭饭菜一凉这饭菜的等级就不够高，而中国人认为这菜是温的就是凉的，还不是真凉，是温的就算凉，所以一定要烫嘴，很多菜就是尤其过去的很多人很喜欢吃烫嘴的菜。那么我早年啊参加过国宴，那是比较大规模的国宴啊，有100桌1000人吃饭，那饭菜全是凉的。国宴时候吃饭，你别以为那国宴有多么神圣，我估计也就主桌这些人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我们的都是提前做好的，都是那个
半温不热的菜，所以吃着没什么可好的。三条腿的蛤蟆这会儿叫金蝉了啊，这叫金蝉。它怎么是三条腿呢？我告诉你，哎呀，它的主人叫刘海儿啊，刘海儿就是女的，那、啊、这块这头发留下来的就叫刘海儿。吕洞宾的弟子刘海儿啊，功力高深啊，降魔除妖，降服了危害百姓的金蝉妖怪，这东西叫金蝉，是个妖怪。在降服它的过程中呢，斩去一足，所以剩了啊，剩了三条腿。三条腿呢，从此以后这蛤蟆呢少了一条腿了吧，它就臣服于啊刘海的门下，而且还变得非常萌。你想想它萌不萌啊，它三条腿，它回过头这么一看，这一条腿，它回过这边一看，还是一条腿啊，就很萌的样子。你看它这个样子很萌。这东西是宋代的，你别看它，它是个宋朝的东西。这是一个水城啊，水城，水城呢也叫水中城啊，俗称水鱼，有个小勺把水蒯出来。同时呢，这种这个盛水的啊文房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堰堤。堰堤呢是这个地方可以把水给这个滴出来，所以叫堰堤。中间这个勺是后配的啊，是后配的。堰堤呢应该跟堰呢相伴而生啊。你研磨的时候啊，如果你想控制水量，可以通过小嘴倒出来，如果需要加水呢也可以这么去加，都可以。那么这是一块砖砚啊，砖砚啊，砖砚呢这是半块砖，是个汉砖，你摸着非常光滑啊。汉砖呢因为有很多呢是用这种沉淀的河泥湖泥去做的，所以它的质地这个字密，所以可以做成砚台，不是所有的砖都能做成砚台的。那么这个金蝉站在砚台上呢，也真是啊恰到好处。我们都说啊，刘海系金蝉啊，步步掉金钱。按照传统文化的说法，当这个三条腿的蛤蟆啊就变成了蝉，所以能口吐金钱，是旺财之物。这是一宋代的银鼎，非常之重，很重很重，上面有字，这字都是铸完以后凿上的啊，宋代的，崇宁的，崇宁四年，这有字儿，这应该是50两，这个分量不用腰，就是50两。你们注意看底下蜂窝状啊，这种蜂窝状就是在铸造中出现的，这种蜂窝过去还是一个鉴定的标准，早期的蜂窝状都比较严重，你看清代的蜂窝状就没那么严重啊，就比较光滑。这是清代的钱，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南海的啊，这是哦，嘉庆八年啊，嘉庆的，清的乾隆以后的，这都是过去的库银啊，这不是直接消费的。说你拿这么大一银挺到那儿消费，人说你想买楼嘛，对吧？这个当时不是为了消费的，是因为国家储存的，可以兑换成钱，拿它兑换成很多的钱。这种银子呢？也能花啊，这个在清代的时候比银元重多了，可以当钱花，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花这个，这个太重啊，拿着也不是很方便。给你们打开看看，这是一个紫檀的盒啊，上面写着恩福延龄啊，你从恩福延龄一看，基本上就是祝寿的意思啊。你看这盒做的多规矩，里面啊金丝楠木的装针啊，嵌着红木，上面写着田金，写着寿诗30首。这是林则徐的一个发帖啊，可以，你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啊这个官员啊，学而优则仕啊，也说起来也是学者，这一笔精确的啊楷书。这字写的个个跟印刷出来的似的啊，完全可以当今天的字库。这个寿诗对于林则徐来说呢，应该是他一个很重视的一件事，要不然不可能写得如此的这个精美。那么这个装裱呢，也是当年的装裱，距今也大概有个不到200年。那么金丝楠木啊，你们注意看，金丝楠木没有任何变形，中间嵌了红木啊，再装到紫檀盒里。由于古人
对这个书法的这种爱惜，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的如此的精美。这种装裱呢，是对这个书法是有很好的保护的功能的，所以我们今天事隔150年以上，依然能看到完整如新的一个书法的藏品啊。我们从课本上天天说林则徐，林则徐，今天是我们离他最近的一天。我先看盖啊，这个盖看看，翻过底，看里头湖蓝色，外面是粉彩，仿景泰蓝啊，仿掐丝珐琅，所以非常漂亮。所有的掐丝的位置都勾以金线，中间还有凸起，中间是太极图啊，这四个字是变形的极字。这件东西啊是一个异形的盒，这个盒呢比原盒要难做，所以这个盒是异形的，而且呢这个上面还有很多隆起，做得非常精美。这是乾隆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彩瓷，这种彩瓷呢也受当时的洋彩的影响，洋彩是受珐琅彩的影响，理论上讲它是可以调转180度还能盖严的啊，因为这种规矩是一定应该做到的啊，这是起码的。这个盒做的还是相当规矩的，颜色非常鲜艳亮丽，是乾隆时期乾隆后期的这种奢华之作。它做成这种异形啊，有别于过去的捧盒。那捧盒呢，意思就是两个手捧着，它因为底下有圈足，所以两个手很容易从侧面插进去捧着拿。但这个呢，由于它底下严丝合缝，手是插不进去的，所以拿这个东西非常的危险啊，一定要学会了啊，一件一件的拿，然后不看的时候迅速入囊啊，这是规矩。这是一瓷枕，瓷枕在这个陶瓷中呢，尤其在宋元时期的这个陶瓷中呢非常常见，但这个枕头非常罕见。罕见在哪儿呢？在于它的纹饰啊，看看，这是金代的，距今有800年了。这个纹饰啊，就是我们的12生肖，很有意思。背面啊，中间一盆盛开的牡丹花，正面三人物好像拜着啊，是祖宗像似的拜着。从这儿开始啊，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啊，12生肖，它采取一种模印的方法啊，这模子印出来的。把12生肖印的瓷枕上，可见这个文化的深入人心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它好像没必要把12个生肖都印在一个枕头上，因为躺的人就一个啊。那么他把12个生肖都印在一个枕头上，显然他没有兼顾这个人的属性，或者说这种模制的在当年是批量生产的，您谁枕上去你也逃脱不了这12个属性。这是一个北方的磁州窑系的一个瓷枕啊，从这个胎土和模制上讲呢，非常像河南的啊。那么模制呢，模制是瓷器一个提高效率的一个工艺，所以呢这个它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还可以降低。比如一个人你让他用刀来剔这个瓷器的时候，他需要很高超的技巧，但是你让他压模子有劲儿就成，所以你没有技术也能参与生产，就大大的降低了一个社会的制造成本。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啊，我们的手艺很多都丢掉了。我们今天想做这样一个模制的东西，都多少都得找那个手艺人。这在过去呢，可能是一个很常规的手艺，把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文化，我们的生肖文化，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文化印在这样一个枕头上啊。没想到这枕头越过了800年的时空啊，越到了我们的观众面前啊。你们有幸看到它，这个枕头呢，是我当年在美国买回来的。看到的时候就很激动，因为在一个枕头上看12个生肖呢，我就一生就这一回，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回。